做 part C 啦，又系啦，你将佢执翻做个 standard form 啦。嗱，呢度你见到系负二 x square 咧，我哋将佢搬去右边啦。今次将左边执做零都可以嘅，而家二 x square 加三 x 减七。嗱，然后我哋将左右两边调位写啫，二 x square 加三 x 减七等于零，亦都可以。咁变咗咧 a 咧就系二啦 ，b 就系三 ，c 就系负七。 然後我哋撞翻個 quadratic formula，x 咧等於負 b 即三啦，然後正負開方 b square 減四 a c， 然後 over 翻二乘 a， 留心啦，咁 x 咧，咁啊化简啦，就变咗负18，然之后加减开方啊，里面嘅嘢咧仲计数机揿啦，就18嘅 square 减4乘32，咁啊揿到300，再除翻呢度236，好啦，啊留心呢个位咧，呢个开方300。 其實咧可以寫做開方100乘3啊嘛，即係嗱100可以開方就變咗10，3就開唔到方就落翻呢度，所以咧其實我哋又可以直接咧就將呢個嘅開方300咧就寫做10開方3。咁點樣繼續做落去咧？嗱，我哋就要將佢咧呢個嘅分母 over 6咧呢個6啊，拆開比前面呢嚿同後面呢嚿。 咁我哋就喺隔離寫啦，就變咗做係負18除6正負10除6開方300呢度。嗱咁樣做個約簡嘅。OK， 好啦，後面呢度約簡之後就得翻3、5啦。喺前面呢度咧就變咗啱啱約好之後咧就變咗負3，所以你嘅答案咧應該係負3正負。 开方5开方3/3嘅，你咁写又得。当然啦，有啲同学咧佢就话唔系，我可唔可以将佢再通埋分母变咗做负9正负咁样5开方3/3咧都得嘅，冇问题吓。所以你最终答案咧，你可以写呢个。 转翻啱先，或者中意负3，然后正负5/3/3，其实呢两个咧个答案系一样嘅。不过咧，一般嚟讲咧都通埋分母为准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做到 part E。 x 乘 x 减8等于3 x 减 bracket x 减4，咪拆括号啦 ，x square 减8 x 等于3 x 减12，跟住咧 x square 减11 x 减12等于0，咁呢度咧就是、典型嘅 standard form，a 咧就系1 b 就系-11 c 就系-12，所以用翻 x 咧就等于负 b 正负。 开方-11嘅叫 bracket square 吓，减4，a 系1啦吓，c 咧就系-12，小心啊呢度 ，over 翻2乘翻1，所以咧就会计得到咧 ，x 咧就会系11，然之后正负开方，嗱呢度用计数机揿一揿里面嘅嘢咧就会出到73。 哎 ，sorry， 呢度咧更正翻啊，呢个负数搬过嚟变咗加12，唔怪得啲数字有啲唔啱啦吓，咁样 ，OK， 嗱，再嚟多次睇清楚啊 ，over 2，呢个即系 part 2嘅最尾答案，睇清楚啦，更正翻。